今朝不回来，人家娘在那一个郑茂新给帮忙去了，他不回来了嘞。给他们毕业了，我没给你拍图片吗？啊，没看着。看着了，我说太晚了，快十一点了，这回娘家的好。买嘛去？买馍去的。走，我找东。哎呀，给你要点小吃。你，我跟你讲，宝宝呀，我说早来了，你也说哪嘛去了有啊？我说三盖点了。干喝子？吃喝也吃早了，吃早嘛了。要那牛肉的。行。大姐也教他的。行啊。牛肉少教他多。挣挣些嘛，干嘛干嘛的。刚才那咱不过吃的。别说看鼻炎去了，又不早就来了，他领他刚回来的命那会儿。他领长鼻子给他那么打了打吧啊？打二打给着了吗？给着点儿。在哪不是扎的呀，那小鼻子也塞的那个面包的眼儿。哦，你说鼻炎啊？鼻炎啊。哦，谁眼儿？今天不回来，孩子这。啊？我说俺娘今天不回来，我说俺娘挣的那盒子。你这治好了呀？刚出来这不？哎，上医院去了。我这才十一点。嗯。啊。我这练了好吃这盒子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挺老，他想保证挣些大肉。多挣点肉呗，多挣点肉好吃哎。嗯啊，好，腰果，俺同学只给你老爷那腰果呢。这个是啥？我说，这是红薯干，嘛玩意儿？什么？吃哪个？吃哪个？吃这个。好，三个大帅哥哟。玩游戏来院儿。嗯，没事干了。嗯，玩会儿吧，干那么到走数了，你干那么多？我到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。啊。有号吧，干几号做？这回让吴仁祥先做。他干不干面儿？对。干面做是吧？啊。哦。干面早上干面，干面是刘斌。刘芳呢？刘芳。刘芳，刘芳第几座？我六号。你按七号？我六号。我买的十二点的票。十二点票，对，他只有十二点票就能走，那个没抢别的票，是吧？年高的时候都是吧。也没摸摸呀，瘦了这不，马院是吧？没摸。嗯。就是自己下去，到年纪了下去了。啊。到年纪了都下去了，哎。原来那个他没有胃啊。他没啊，他没气。俺闺房这个也快下去了，长着一盆儿都那么。毕了业，毕了业，没啥事儿了。嗯，毕业没压力了，在高中也有压力。吃不好啊，这一晚吃不好，洗澡还。而且睡不着啊，说咋的？对，嗯。我给俩先吃好了。多没录戏嘞，给俩都先吃好了。这么等会儿一看两招。好，做大盆子一看。好了，好。录戏录戏啊！今天都出来了，要完了一个，再拿什么？金哥上完了，你炒去吗？行，要肉来的，肉来的。我还等着尝尝味儿。嗯。我吃嘛，他妈的。你吃嘛呀？那一话在上只能看着了，牙疼。嗯。谁也在吃，你一会儿就能吃点那个软乎嘛，没事。啊。真是上筷子滑呀。你给俩上哪吃去？宝宝热。啊？哎呦，臭！小哥当酒友啊，正好哈。那个歌比那唱歌不错，好吃，比那好吃啊，哎，好吃吧你这，你老包的盒子好吃吧？好吃啊。这好吃。